积跬步至千里，我们走过2023，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新质生产力，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链链发力，竞相出彩。知名院士专家从链的角度解读中国经济的底气与韧性。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3年终奖特别呈现，信心在前，链动生机，全媒体直达，敬请关注。上周我们邀请了多位权威嘉宾，从不同的角度分享了各自产业链上发生的经典案例。我们感受到工业断气引发的全球制造业失血危机，还有盾构机自主突破带动我国工程机械产业崛起的过程，了解了科学家探索宇宙竟然帮食品代制造企业做出一篇大文章，还有大科学装置历时近30年成功变身医疗装备服务百姓健康的不懈探索。今天我们继续邀请不同领域的权威专家分享产业链链动生机的案例与思考。产业链固链补链是为了保障产业安全，而强链塑链则能让我们走得更高更远。一条高端成熟的产业链究竟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接下来有请中车集团马云双先生分享他的故事和思考。我来自中国中车集团，我们造的高铁啊，现在已经是国家一张亮丽的名片。2023年的10月17号，雅文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这是中国高铁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首次在海外落地，成为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金字招牌。但是今天呢，我们不讲高铁，我们来讲一讲风电。大家可能要问了，造高铁跟风电有什么关系呢？我先啊带大家到工厂里面去认识一个从未上场的替补队员。这是一台660千瓦的风力发电机，它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首批两台发电机中的一台，但是呢它已经做了20多年的冷板凳，从未上场效力。为什么会这样呢？事情啊还得从2000年说起。那一年中车签下了一个特殊的订单，那就是我国第一个自主化风力发电机的订单。大家可能会奇怪，我们怎么会接到风力发电机的订单呢？从技术原理上看啊，高铁的牵引动力它是从高压电网受电，通过变压器降压、变流器调整，然后驱动电机来带动列车运行。那么当列车刹车的时候呢，又通过发挥电自动的作用，那么电机发电通过变流器调整、变压器升压，那么回馈到高压电网。那么这个过程呢其实和风力发电的过程非常类似，立起来的高铁啊就是这么来的。正是由于技术同源，我们利用啊800千瓦的铁路机车的这个交流试验台匹配，完成了660千瓦风力发电机的出厂试验和行驶试验。当年呢首批的两台风力发电机正式出厂，其中一台已经安装投用，安全运行了20多年，那么另外一台呢作为备用机组停在现场，始终没有上场的机会，所以说呢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替补队员。2006年中车决定进入风电整机，2007年的4月中车成立了风电机组的项目小组，当时呢整个团队只有11个人，而且呢都是风电的门外汉。那么好在呢我们高铁制造基本上覆盖了风电制造的全过程，我们仅仅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中车的首台风机就实现了下线，但是找不到第一个吃螃蟹的业主怎么办呢？我们就自己当业主，自己建风电厂。那么自建风电厂对于中车人来说呢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那么经过调研，中车首个风场选址选在了湖南省永州市的江华县，项目审批、征地、整个电网接入的申请、修路、基础的浇灌，基本上都是我们的首次经历，挑战非常的大。由于叶片它
非常长，无法呢在湖南省直接运到现场，只好绕到广西，那么再折回到湖南。沿途啊，20多个老旧的小桥都进行了加固改造，我们组建了一个吊装的车队，20多台车，那么在现场群众的观摩下缓缓地通过。我们现场人员啊，用16个字回顾了当时的场景，叫场面壮观，胆战心惊，过程坎坷，结果完美。艰难地树立起风机后啊，2007年11月，中车的首台风机终于实现并网，成功发出了第一度电。2008年初，南方啊发生了大面积冰冻，首台机组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当我们进入风电整机以后，我们发现整个行业大家水平差异不大，而且呢都没有这个高水平的产品，所以呢我们要决定发挥我们的技术优势，要做出中车特色的产品。我国早期的风电的技术平台啊，基本上都是按照低海拔高风速设计的，高海拔区域虽然风资源富集，但是开发的难度相对较大，几乎啊被视为是风电的禁区。2006年，青藏铁路开通运营，火车能够上高原，为什么我们不能做高原的风机呢？所以我们开始全面研制高原风电机组。在高原低空气密度环境下，叶片的吸力面的尾缘啊容易造成涡流区，进而呢引起失速，失速呢不仅影响发电量，而且呢容易产生震动，带来安全的问题。而我们在高铁空气动力学领域长期的技术积累，为我们解决风电叶片的失速问题创造了很好的条件。通过我们认真的研究，我们定制开发出了专用的翼型和抗失速辅件，解决了叶片失速的问题。2011年，中车的第一台高海拔风机横空出世，填补了高原地区试用机型的空白。到今天，中车在高原地区已经立起了1000多台风机，真正实现了用高原的风点亮高原的灯。我们总结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发展的经验，应该说啊，是以标志性整机为引领，整机带部件，部件促整机，链式部署，协同迭代。在风电领域，我们也采用了同样的策略，以整机为牵引，持续迭代升级风力发电机、变流器，并进一步延展产业链，培育发展了弹性支撑、风电叶片、塔筒、超级电容、齿轮箱、连轴器、变桨系统、环潮铆钉、IGBT、变压器等等这些产品。到今天，我们发展形成了国内布局最完整、最齐全、综合竞争力最强的风电装备产业链。布局产业链，关键要看我们的产品为整个行业解决了什么问题。而中车呢，有几个产品具有代表性。叶片呢，是中车风电产业链布局中的尖子生，市场份额啊稳居全球前3。风机的叶片越做越长，面临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最初洽谈海山风电110米长叶片的项目的时候，那么业主呢对中车还是持怀疑态度。那么当时呢，已经有一家国外知名的叶片公司与业主接触了大半年时间。当这家公司了解到中国还有竞争对手时，主动提出要进行一场技术 PK。随后呢，业主对两个团队的设计模型开展了横向对比，最终结果显示，中车设计的叶片发电性能高出1%到2%，那么载荷水平低3%到5%，最终我们赢得了订单。我们自身的秘诀在于，叶片和整机属于同一个中车，二者长期配合优化设计，同步迭代，形成了中车独特的叶片异型。我手上拿的这是一个 IGBT 的晶圆，那么大家看到下面这个呢，是我们风电 IGBT 的模组。现在呢，中车 IGBT 在风电市场占据绝对优势。新冠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不畅，中车挑起了风电 IGBT 保供的重任。这个零件呢叫环潮铆钉，
原来呢是铁路车辆专用的一种紧固件。那么我们用这个产品啊，为全球80%的风电机舱塔筒提供免维护的紧固连接的方案。中车还有很多这样的隐形冠军，比如弹性支撑、连轴器超级电容等等。高铁的规模产业化有力支撑了这些产品在风电产业链中异军突起。目前啊，中车正在着力打造轨道交通装备和清洁能源装备双赛道双集群的发展新格局，推动交通与能源共链发展融合发展。我们已经发展出了满足丰富场景的风光水储氢一体化系统解决方案，并全力布局国际市场，全面推动清洁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再打造出一张国家新名片，一块精致新招牌。谢谢大家。谢谢马总的介绍。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高铁产业链的崛起不仅给我们的生活按下了加速键，也给很多的产业按下了快捷键。辐射激活带动了许多经济领域，得其大者方可兼其小，打通一条完整的现代产业链对经济社会到底意味着什么？对这一点，中国旅游研究院戴斌院长也有切身的感受。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他的分享，有请。今天的主题啊是产业链。听了前面几位院士关于芯片、关于高能宇宙线等前沿科技的演讲，作为一名旅游学者，我感到由衷的敬佩，同时呢也对大众旅游全面发展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旅游权利的实现离不开交通装备产业链的巨大飞跃。在绿皮车时代，人们是慢旅快友，购票难，上车挤，运行慢。30年前，我从我的老家安徽蚌埠坐火车到天津去求学，要花1天1夜的时间。你好不容易买了一张无座票上车，你会发现车厢里面每一寸空间都挤满了人啊。最好的站位是什么？是在厕所的临窗的位置。为什么？有风可以吹过来，空气会比较好。最好的卧位是什么？是在3人座的那个座位底下。最大的奢求，当我躺在底下的时候，有座位的上面那个旅客啊，最好你不要脱掉鞋子。高铁时代的旅游呢变了，变成了快旅慢游。我们在网上就可以购票了，刷个证件就可以进站了，听着歌声，看着窗外的风景，3个小时就可以从南京来到北京。2023年的中秋国庆节假日，有超过25%的游客是乘高铁出行的。那在人们出行的交通方式中间，这一比例仅仅低于自驾旅游。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去讲，从慢旅快游到快旅慢游，是高铁带给我们最大的发展红利。高铁啊，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旅行方式，还改变了旅游的场景。我们知道很多人因为作家毕淑敏的《非洲30000里》而知道了世界上10大豪华列车之一的非洲之傲。那么今天中国也有自己的跑在铁轨上的5星级酒店，比如新东方快车、雪国号、呼伦贝尔号。可以说多样化的个性化的需求，加上国人骨子里面的火车情节，让高端旅游啊成为旅游市场的新宠。高铁在改变旅游的同时，旅游啊它也在推动铁路产业链的延展与创新。我们看到一路穿过冬夏奇景的哈大高铁，号称东北最美滨海铁路的丹大高铁，更不用说贯穿我国南北经典线路的京沪高铁，还有穿行在画里乡村的合福高铁。它们不仅仅是一个交通的工具，还成为各大旅行商在暑期和节假日热销的产品。更重要的是，高铁还改变了旅游的空间格局，
随着八纵八横的高速铁路网的建成，可以说山不再高，海不再远了。更多的低线城市和远方的乡村因为游客的到来而成为新的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托起了少数民族美好生活的新希望。自从高铁开通以后，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因为过去为什么你没有高铁我来不了，你再好的景，你再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民俗风情，我去不了啊，对吧？那么对于当地老百姓，我守着这么好的风景，我守着这么好的村寨，没有游客来，我就没有就业的机会，我就没有改变生活的可能性，所以很多人就走出去了。所以我们看现在游客来了，当地建了村史馆，建了特色民宿，建了手工作坊，可以说高铁改变了大众旅游全面发展时代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之间的空间格局，促进了旅游业的现代化进程，更为广大的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山区人民的高质量就业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展望即将到来的2024年，我对旅游业充满信心。我认为旅游繁荣发展的时代到来了，一个属于人民的、充满生机的高铁加旅游的时代来了。谢谢戴院长。从高铁和旅游的协同共振可以看出来，无论哪个产业的发展啊，都很像一个人在社会上生存那样，很难独自成功。要想走得更远，就离不开其他人的帮助。所以说，在创新的路上，没有孤独的成长。我们今天付出的每一分，都是对明天的储值。我们今天突破的某个断点或堵点，可能就是打通整个产业链的关键一点。那么我们所期待的未来，所努力实现的梦想，究竟会营造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有请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明高，从炙手可热的新能源入手，带大家一块儿来感受一下未来的能源产业格局。我们在总结2023年，有那么一个中心的话题，或者说是关键词，那就是新能源。新能源还会怎么发展呢？我想给大家从消费者的角度，我们来看看未来的场景。首先，对于我们城市的上班族，每天上班之前，就算是再冷的冬天，我们可以提前在家里用我们的手机打开我们的电动汽车，先用充电桩给它加热，把整个车暖起来，到达停车场，我们只需要发个指令，车就会自动的过到我们身边，然后我们在车上也不需要驾驶，因为自动驾驶很快就会普及。到了上班的单位，会有自动的充电桩跟我们把车充上电，不仅仅是充，也会放。在上半天可能是波峰期，我们的电网的负荷最大的期间，我们可以放一些电，因为这个时候的电价比较贵，将来我们的整个电价就像股市一样是实时波动的，有高有低，这个不需要我们自己来控制，由我们的云平台来自动的处理这件事。好，我们下班之后，我们放下车，也有自动的充电桩帮我们把这个充电枪插上，我们就回家了。而我们的车在晚上会有一个城市的中控平台来调度它，对吧？在7点到11点这个阶段，可能是用电的高峰期，那么它会把白天充好的电在这个时候放出去，赚取一定的收益。因为我们充电的时候是低价的，这个时候高峰期电价高，我们可以卖出。那么到了后半夜，可能
大家都不用电了，这个时候我们自动的就会充电，低价的充电，这就是我们未来的绿色的消费新时尚。这是对城市上班族，对于我们农村乡村的新农民，他们会怎么做呢？现在我们光伏已经非常便宜了，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光伏价格组件已经由2块钱一瓦降低到1块钱，那也就是说我们装1000瓦只需要1000块钱的组件，再加上其他的也就是2000块钱，那么我们一个家庭装个3000瓦就够了，那么也就是6000块钱就可以了，我们就用这个电满足我们一家的日常生活就可以了。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储存呢？我们要买一辆电动车，买一辆电动车同时就可以把我们屋顶的光伏量储起来，到用的时候我们再放啊。当然那我们这个电池也可以用到农机上，所以我们整个的生活都是绿色的电气化的新生活。我们现在中国经济的一个最亮的产业，引导性产业，世界的优势产业已经是新能源了，未来还会持续发展。绿色消费新时尚必须依靠我们的低碳转型的新经济来支撑。我们汽车工业本身传统上就认为是工业中的工业，它包含了一个非常长的产业链，从上游的原材料，到中游的零部件，到中间的制造，到后面的销售，整个的总产值它本身在以前就占我们 GDP 差不多10%左右，那么它的就业也差不多是全国就业人口的4%左右，它的税收在历史上曾经也是10%左右，所以它是3%。比如说我们新能源汽车现在一年是950万辆的销售，我们到2030年可能就是2000万的销售，那么未来是一个多大的产业呢？按总产值算具有10万亿的一个产业规模。我们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又催生了一个储能产业链，全世界的储能电池2023年90%以上都是中国生产的，我们动力电池全世界是70%中国生产的，它的产业规模未来的潜力也具备10万亿的这样一个规模。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新能源汽车中间还有一种是氢能燃料电池汽车，我们突破了氢能中间的核心技术，就是燃料电池，同时它也带动了氢能的自储运加整个链条。氢能是一个产业链很长，环节很多，应用很广啊，氢能我们不光是用于交通，我们还要用于能源化工炼钢，如果我们把整个氢能的链条拉起来，未来也将是一个具有10万亿潜力的大产业啊。另外我们所有的高速公路将来都会铺上光伏，然后我们的加油站变成快充站，卡车的换电站，就是光储充换一体化，我们的房车能路云一体化，这些都是我们未来的智慧能源产业，这个产业的规模也是一个具有10万亿潜力的大产业。除此之外，我们所有的这个移动机械都会电动化，比如说我们会有电动卡车、电动船舶、电动飞机、电动火车，我们还有电动农业机械、电动的作业机器人，还有电气化的公路等等，全面的电气化，这是超越10万亿的大产业。所以仅就我们新能源相关的，我粗粗计算就有5个10万亿的大产业，那么这个将会是我们中国经济未来
高质量发展的火车头，中国新能源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一个规律，我们是通过技术链带起产业链，产业链促进价值链，真正实现就是技术构建平台，场景定义产品，模式创造价值的一个经济规律。所以我想最后总结一句，澳门投身绿色革命，创造美好世界。谢谢大家。谢谢欧阳院士，您所描绘的美好未来听了让我们非常的振奋，也非常的期待，相信也是新能源产业所有从业人员心中未来的工作计划。一项一项去完成，绿色电能构成的生态世界就一定会在我们的手中创造出来。人生万事须自为，马上要迎来2024年了，中国经济将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继续乘风破浪的征途。前面各位院士专家从各自的领域分享了对产业链固链补链强链塑链的实践和思考，那么到底该怎么理解产业链的本质，怎么从经济的视角看待强健产业链的重大意义？下面有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刘峭院长带来他的思考。中国制造业的传奇受益于全球化的一路高歌，过去40年是全球化的黄金时代，我国积极参加全球化的产业分工，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这就引出了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叫价值链的上游程度，也是衡量出口中本国中间品占比减掉外国中间品占比这样一个数字。上游程度越高，就表明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越偏上游，这个国家在原材料、专利、核心零部件等领域有较大的控制权。反过来，则表明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偏中下游，对外国的中间品，比如像能源、核心技术、零部件等等的依赖度会比较高一些。在逆全球化的思潮之下，西方主要国家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去风险化的举措，对关键的原材料、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等实施封锁禁运，而且范围还在动态调整并逐渐扩大。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是我们的底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是我们在全球大变局背景下全新的起跑线。这条新的起跑线要求我们向全球价值链上游迈进，并在产业链供应链形成相对闭环，以应对极端场景的出现。基础固链、技术补链、融合强链、优化塑链也是普遍共识，方向明确，具体如何做到？我的第一个建议是厚积而薄发，在研发尤其是基础研究上舍得下真功夫，甚至是笨功夫，耐得住寂寞，沉得下心气。2022年中国的研发费用首次突破3万亿人民币，研发强度也达到迄今最高的2.55%，达到了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然而我们2.5左右的研发强度和同期美国的3.45%、日本的3.26%、德国的3.14%的水平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既然大国博弈最终是科技创新方面的竞争，中国有没有可能把研发强度提升在3%以上？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和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过去30多年中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在不断的提升，基础研究投入从2012年的499亿元人民币提升到2022年的2000亿人民币左右，占到总研发经费的费用达到了6.3%。作为对比，欧美发达国家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一般是在研发费用的12%以上，而美国更是高达15%，大概是10,000亿人民币左右的投入，是我们的5倍左右。基础研究投入大幅超过我们，我们是否有可能在未来将基础研究的占比提升到12%？甚至15%，这将有力推进我国实现科技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我的第二个建议是变则通，通则达，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激发活力，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从来不缺乏韧性，在产业链供应链领域也是如此。我们有完备的产业体系，有超大规模的市场的独特优势，我们还有1.7亿个市场主体迎难而上的努力和坚韧，我相信这是中国制造、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在新的起跑线上既有的优势。我这里想分享一个小案例，就拼多多的出海。
一个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故事。意料之中是拼多多的出海，在此之前阿里、字节、小米等从未停止面向海外的步伐。意料之外的是拼多多破局如此迅速，花了一年多时间迅速打开北美市场。11月28日，拼多多发布第三季度财报，营收688.4亿元人民币，与去年同期的355亿元相比增长了接近一倍，而利润也同比增长接近50%。从财报中看，拼多多海外版 Tmall 交出了一份惊喜的答卷，业绩快速提升。北美是一个强大的消费区域，拼多多在中国的故事在北美似乎依然能够拼下去，价格足够低，品质足够稳定，拼多多在北美的业务实现了破局，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面取得比较大的发展。但这背后的底层逻辑还是建立在中国供应链的完备以及企业本身对供应链产业的深刻理解和精益管理，帮助制造业企业去库存，进一步开拓了市场，直接找到了消费者，直达消费者。接下来的关键是我国这些跨境电商如何立住，他们虽然没有被直接下架，他们的处境依然充满了危险的气息。随着对华科技的钳制越演越烈，美国针对中国企业的审查可能会越发严格，以政治手段干预商业活动可能牵扯到关税的变动，那么我们国家这些出海企业在美国现有的价格优势有可能消失殆尽，跨国企业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依赖度也在进一步调整。以大家熟悉的但又十分鲜明的 iPhone 手机为例，有机构对苹果最新款的 iPhone 15系列进行了拆解和成本分析，美国元器件占比是33%，排名第一，排名第二的是韩国的零部件，占比为29%，而日本零部件比重为在10%，中国大陆供应的零部件仅占2%，在 iPhone 13系列中，中国零部件占比还有4.5%，但在 iPhone 14的这个系列中就降了3.8%，而在 iPhone 15的话就更进一步的跌到了2%。在制造业领域，产业链供应链从中国部分地方转移到东南亚，这种转移在短期内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阵痛，但是这种趋势似乎难以逆转，原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自然而然会转移到人工成本更低的地方，这其中也不乏中国企业的投资。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企业我们需要更加灵活，更加理解和懂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变化，并且能够利用这种区域化碎片化的趋势。比如说当中国企业在美国遭遇反倾销调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转换一种思路，将东南亚地区也纳入到产业链供应链当中来。我曾经写过一本关于中国企业的书，叫《从大到伟大》，对于中国产业链而言也同样如此。前40年我们完成了大的征程，实现了量的跨越，对于接下来的5年、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周期里，我们需要实现从大到伟大的跃迁，解决大而不强的问题。我始终相信，通过有效结合国家战略的布局和自由市场的灵活，通过持续不断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大力激发要素活力，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依靠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在未来一定会成为新的中国概念，创造下一个中国传奇。祝福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以过往为序章，所有关于未来的答案都隐藏在现在。谢谢。谢谢刘院长分享的链式思考。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部大中小工业门类的国家，我们的产业体系深深地嵌入了全球产业分工合作的大系统中，为世界经济贡献着资源，带来了效率。但面对全球经济竞争格局的巨变，面对脱钩断链的各种风险，我们的产业链如何强身健体？它能为世界产业格局提供怎样的新鲜血液呢？我们来听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带来他的观察。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实际上是一个我们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个架构或者体系，这个架构实际上没有谁来组织，而是通过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相互寻找匹配，产业的上游、下游、中游相互在市场上适配，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是一种隐形的力量。那么我们可以说，
这个产业链上的头部企业和产业链上若干中小企业，哪怕是一个零部件的供应商，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比如说日本2011年曾经发生了这个地震啊，引发了海啸，那么日本丰田汽车当时的竞争战略是把核心零部件、新材料、原始创新研发留在日本国内，因此呢，它的这核心原材料只在日本国内生产。那么在这个地震引发的海啸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本土的核心零部件就停产了。那么它在亚洲、在世界上其他的丰田厂全部陷入停产3天。那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核心零部件对全球形成的产业链它的极大的影响。所以日本当年海啸之后呢，曾经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跨国公司抽了120人，想把这个在全球的供应商能够梳理清楚，但是用了2年的时间都没有梳理出来。这个产业链供应链是剪不断理还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中国的抗风险能力在大国竞争博弈中支撑我们能够长周期发展的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制造业，还是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这种链接能力、制造业的配套能力、我们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弹性和空间。那么我再举一个我们中国自己的例子啊，有一次在深圳给这个企业家讲课的时候，有一个老板啊，他在深圳原来是打工，在轴承厂做轴承。那你知道当时的轴承是非常大的，后来他在这个2021年开始创业，他邀请了一位啊微传动系统的这个博士做他的 CEO。 那么这个博士呢又把他的导师整个研究团队请来做技术支撑，一步一步的通过创新把它从这个庞大的工业用的这种巨大的齿轮变成了精密的微小的微型的齿轮。那么现在形成了全球40-50个大型跨国公司都离不了的精密的微型传动系统。那它的微型的齿轮微到什么程度呢？我到那儿看了以后非常震撼，最小的这个齿轮箱，它不是单体的齿轮，齿轮箱3.4毫米的一个空间，它容纳7个齿轮到10几个齿轮。那么这些微传动系统，那有的是安装在手机里面，有的是安装在摄像头里面，因为摄像头需要伸缩多次啊，有的是安置在这个扫地机里边，那么有的现在用到了汽车智驾系统的智能的驾驶舱、智能的座椅。那么像这样的微传动系统以前呢只有像日本、意大利、德国的一些企业能够制造，我们中国以前想也不用想。为什么呢？就是这种微型的模具我们是做不了的，只能用国外进口的。那么现在呢，这个企业和深圳的一个激光企业进行合作，那么用这种 3D 打印的技术制造微传动的这种模具，它做到了极小，或者说它可以比原来的德国的、日本的、意大利的还要小。类似这样的为龙头企业进行配套生产的企业在深圳本地就有6000多家，他们其实都是隐形冠军。若干这样的，哪怕是一个汽车的拉门，哪怕是一块玻璃，它都是产业链上的组成部分。所以这就叫整个制造业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生态体系，隐藏在头部的，或者是隐藏在产业链腰部的、尾部的无数的中小企业，它的创新能力的组合和链接决定了产业链的整体竞争能力，就成了我们的隐形财富，就成了我们国家的隐形力量。所以我觉得世界的制造业全球形成的产业链供应链是离不开中国的。在中国现在不仅有最多的产业集群，而且已经形成了若干产业链供应链集群。
所以我说我们具有抗风险能力，它不是一句空话，而是用我们的实力来说话的。所以我想我们不管是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哪怕是惊涛骇浪，中国式的现代化就一定会越走越好。谢谢陈老师分享的独到的观察。每一条产业链都是我们为提升效率、塑造优势而建立起来的链接，他们不仅把技术、产品、资金、市场链接了起来，更重要的是每一条产业链都在链接着人们创造的热忱、奋斗的热情、放飞的梦想，还有美好的生活，练出前行的信心，链动勃勃的生机。这样的力量就是链接的力量，前行的力量。感谢今天的嘉宾和观众朋友们，祝大家新年快乐，健康平安。